后脑勺上有个伤疤啊，后脑勺上有个伤疤。后脑勺上有个伤疤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我看到一个飞碟在后面，在这个方向转过来啊，好像以我这边为轴心。以我这边为轴心啊，在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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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在转啊，有一个飞碟在这边转啊，以我这边为轴心啊，以我这边为轴心，然后我再看过去，看到一个飞碟在转转转转，斜着转，以日本那个岛啊下面啊，就是海下，斜过去啊，在岛的下方，以为轴心。啊，再转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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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一直往里面转，转了一个，然后就把那个凝胶打进去啊，凝胶打进去，打进去了以后，然后，一打一看，感觉那个日本的岛啊，慢慢上浮了啊，比原来高了，啊，原来一直人家在说，哎呀，日本的那个岛啊，会将来会淹掉啊，会淹掉啊。这个就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现在那个前排新人，在这转转转转转转转了以后，下面打那个，打个凝胶，一打一个啊，慢慢就浮起来了啊。是这个事情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